这一题哈，同学，我们在描述一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参考点、方向跟距离，对吗？所以像这个我们要怎么描述哈？我们要讲说，小慧在小明的北方3公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，小慧在小美这个方向是东北方，它有标示给你嘛？哈，这个方向是东北方。 小慧在小美的东北方几公尺？这3公尺，这是3根号2公尺。所以，小慧在小美的北方3公尺处，小美在小慧的东北方3根号2公尺处，讲这一题，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